没有人会把第一自我完全摒弃掉，那你是在骗自己。但我真的会这样。如果我今天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很不开心的事儿，然后怎么样，然后我现在要去上班了，嗯，我就会在路上一直跟我自己就是洗脑也好，嗯，什么就把它全忘掉。工作的时候就真不想，然后如果在工作的时候，我完全不觉得这个是本我。没有本我了，不是没有本我，就是我比如说在演戏也好，就演感觉是在别人的状态，然后呢演完之后咔了，然后回到史册的状态的时候呢，我也会封闭一下，就是让自己千万不要想一些不好的事儿，对，干扰自己。那你还是能注意力集中对吧？我注意力可以集中，对，我注意力还算集中。就是我比如说最简单，就是比如说演一个什么妈妈生病了，或者妈妈进手术室了，我完全无法想象是我妈妈什么进手术室了，我不能带入我自己的生活，我带入我自己生活，我就什么都没有了，嗯，我就什么感受都没有。我这次也是会有一点，我以为都要自己想象，假如这是真的呢。如果突然一场的话，可以这样。那你们都是纯体验派吗？对，因为如果方法派呢，就是当然这些都是师出同门哈，这是都从一针出来了。如果方法派呢，就是你把它想象成你自己真实发生的事儿，就是你想象，比如说你现在跟毛毛演一场戏，你现在要把毛毛当成你现在的男朋友，那你就是方法派。但如果你在此时此刻真正爱上了毛毛，你发现了毛毛身上的优点，并且是你王子璇本身喜欢的，那这就是在体验。这就是区别，但是最终展示出来的，就是一个是我想象它，另外一个是我真的。这当中有一个戒掉环节，有的演员一戒掉就没了，就一戒掉我就不相信这个事儿了，那你就不能用这招，你就得真去发现他身上的优点，但如果有的演员他是一戒掉会表现得更好，那你就戒掉，你最终你要达成一个结果是让观众相信你此时此刻在干嘛，在爱上这个人，那我觉得就 OK 啊，最终结果是这个，所以我一直不觉得是对，就是没有对错，是对立面或者是对错，没有，就是最终呈现出来让观众觉得相信，我认为这个就是 OK 的。你想体验苏姬姐那个角色扮演游戏吗？我体验不能行吗？能，他演好，我一点信念感。他有好几次看你跟人家即兴练习，他贼好，你贼真，跟谁即兴练习？就在咱节目里，就在你们节目里啊，演贼好。就是一会儿装个这，一会儿装个那了，然后看似在嬉闹，其实你很容易就信了那个事儿。我没有，我一点，我真是没有。那你表现出来的方法派，方法派，我演不了。方法派，咱给这派都整走，我觉得都不如苹果派。不，你提的吗？现场也会，因为现场不是很乱吗？然后那天走戏的时候会非常会很保护那种场合哦，也不会就是切得很碎，拍好一遍。对，拍好一遍，是拍好一遍，但不碎，一遍一遍的，从就中间不会断，从头到尾。但我想你们拍现场又那么一大堆人，又机器啥的都能看见，然后也没有音乐，没有，但说话声还很小，对，然后那就是很难投入啊。所以你得知道别人在说什么，就听嘛。因为现在有的趋势就是演员台词声越来越小。是是是，哎，对，你咋知道呢？对对，有的人说话声贼小，因为他要展示他自己的气声啊，或者是这样这样。感觉像没有。这你也知道？我天哪！你太准了，妈妈。对，这种一般我们就会说大点声。你说啥？因为他如果可能收音是好听的。但是不，声音也不会好听，因为真是最好听的。就是你说这个话用真实音量，真实的。哎，问问任老师吧。上一集姐妹的戏多，这集姐妹戏太少了。这一季都是各自搞对象的戏，主要跟爸妈的多。这啥玩意儿就放了？我感觉你产生了这个情绪，你肯定就会。你不可能情绪不能平白无故的表演情绪，就是我演过一次，有一场戏是说你哭的不行，对，我演过一次啊，你俩那场不是我俩演了，真是抑郁了，我也抑郁了。拍那场戏的时候啊，导演也没有要求我有一个什么样的情绪大爆发，但刚好就是我那根弦已经绷到马上就断，然后就受了一些生理上的疼痛，我嚎啕大哭，把导演激动坏了。我导演说我演太好了，但他其实是略情的情绪，他不是那个人的情绪，他也看不出来。就你他，因为他俩这两个人的情绪，这两个情绪很像，这是一致的。因为我们常常看到那种花絮，就是一个演员就哭的，哎，给他讲道理那场，就说哎呀，都喊咔之后还是哎呀，无法走出。有那种，那不就对我拍抑郁了。
我那个哭光在花絮里，没开机，都搂不住了。我们都没开机在走戏，那然后他在我旁边，我感觉旁边有个东西在抖，你知道吗？然后一看就在，然后他都哭成这样，啥情节这么哭啊？葬礼啊，嗯，他最后哭的已经是然后关键我们四个去世那个人是跟他关系最不大的一个人，你这样让人家其他人怎么演？他妈妈，我们俩老师，我最不熟，他仅仅是我的表妹。对，然后我一看，我说他哭成这样了，我说那我也哭吧，然后我就。他作为女儿怎么演？没开机，那你为啥哭成那样？那老师演太好了，蔡根花老师。哦，蔡根花小宝贝，小蔡吗？嗯，就是他演太好了，就有点把我戳动了，我就嚎啕哭。关键他走戏走全套。开机他就好点，开机就好了，我就好点了，就好点了。专业演员，因为过喘了，就过劲儿了。你说他有多淳朴，这人。唱歌吧，唱歌吧 ，KTV 吧 ，KTV。唱歌啊，可以，想听他唱歌。KTV，KTV。你们就真整个 KTV 啊？啊，你们想唱真就来。原来就没有，是吧？为你们准备的。来吧，点歌吧。能唱你的吗？唱我的，我老尴尬了，那不就跟看我的戏一样吗？这时候你又尴尬上了，又不是你的事儿。刚才怎么劝我的？请问，我因为这个事儿我都不去 KTV 了。刚才是怎么劝我的？尴尬啥呀？不是咋的？是因为有你的画面吗？看难受。是，也不是，就跟自己看自己戏一样难受，有点尴尬。哎呦，这歌挺新呐。来吧，完了，新歌一个不会唱，快给点一个这个任老师的歌曲。哎呦，你换吧。哎，你唱啊，宝宝，这个调儿挺逗的。我最起码有三年不唱一个。对对对，我好喜欢这首哎。唱一个，不尴尬吗？不尴尬。这歌真挺好听，你姐自己写的歌都很好听。哎，来，给点出毛毛的呗。求求你了，求。我今天来就是想听你唱歌。哪一首？唱一晚上我们。来吧，展示吧。当时看那个《明日之子》就可喜欢你了。哦，真的。嗯，当时他刚火的时候有一个活动，我们还见到过。真的？对，但是你应该没看见我。然后你的那个休息室是在一个玻璃房。哪个活动啊？我在上海很多年前了，那个时候《明日之子》刚结束。是电视剧？然后你去扒门缝了？对，然后我就在那个扒的那个玻璃门那看了半天，我就想好想进去，好想进去，但是就、真感动。我有一阵在沙漠里拍戏，沙子老进眼睛，但我那个戏没啥哭戏。嗯，我有时候就是为了洗洗眼睛，怎么能让自己赶紧流点眼泪把沙子洗出来。嗯，我就听那个一荤一素，马上、瞬间就能洗眼睛。对，我是听那个你的那个版本的那个看得最远的地方。然后我每次哭戏之前我都会听那个。对，你就记不记得当时我们拍这个戏的时候，然后我们制片人给每个人一首歌，就说这个角色就是这首歌的感觉。你是什么歌？我是看得最远的地方。
那你是但是我一听这个我就不行了，就必须你的版本。你咋老不听自己的歌呢？你是啥歌来着？我不记得了，对，完全不记得。我们唱一下吧，唱一下吧。那个大家可不可以一起唱的歌那么红？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哎，我想把这个版本录下来，可以吗？录吧，我开始录音喽。我答应了没有用啊，轩。那我可以录吗，毛老师？可以啊，当然。啊。唱一唱啊，我们大家可以给我一起吧，来帮我卷，帮我卷。你是第一个发现我，原谅你的心也只是心里难过，所以当我们的我一直沉默，你的心不痛不痛，我给你录，你唱，我给你了解我。想哭，珍藏。哎，我公开讲过我跟史策加微信的事吗？我忘了，你说吧。就是我第一次我俩参加一个节目，那时候他还没参加喜剧大赛，然后但我那阵是刚参加完那个脱口秀大会，然后去跨界喜剧网。嗯，我就感觉我跟大家关系都挺好的，
然后当时大家就说这个拉个群，咱们把微信加一下，然后他就不在群里，然后我就没加上他微信。后来大家就上台就走了，然后上最后上台我就拿目光找他，找死他，我是这样的，咱实测是这样的。我当时觉得完了，我说这个可能是一位那种对表演有追求。完了吗？就一直没有接触上啊。然后后来我们在成都看见了吗？对啊，我就提了这个事，我就主动说，我说你有印象吗？不是有印象，就是我知道他加大微信，因为我跟他们一起演过。然后我觉得我不认识你啊，我出现在你的朋友圈里很打扰啊，就是没说过话，我俩没说过，但我就觉得他也没有兴趣。对，不是没兴趣，就是不认识啊，怎么加微信啊？反正他就躲开了。当然不认识嘛，不好意思加。那我又觉得，反正大家都是他是个明星。你瞅瞅，真的还用这个扩音器放出来的，不行，你们全给公放了。我说怎么老有回音呢？对啊，实测老师唱一首。你不是要唱那个哪个？那个快乐崇拜。哦，快乐崇拜，咱俩唱快乐崇拜吗？我哪会唱快乐崇拜呀？咱俩合唱哪首歌了？咱俩好像能合唱。爱是你我，不是爱是你我，是那个叫什么？付笛声跟人静那个叫什么？知心爱人也行啊。知心爱人，知心爱人也行。知心爱人，我唱不了。咱俩唱过知心爱人，我唱不了。怎么还有什么包袱了呢？不是，我没唱过这个歌。知心爱人，咱俩唱了。我真不，这歌咱俩真的唱。咱俩唱的绝对是爱是你我。这个用录像吗？哎，不用，别录了。不希望有这个在世界上留存。我真的记得跟你唱的是这首歌，爱是你我绝对的。你们搁这装什么？那个叫什么呀？爱是你我，我真不会认，绝对是你。这是对呀，对呀，对呀。你我不会唱啊，但我可以编。用心交织的生活。我一听，爱是你和我。困难之中不变我一啥就进来了、啊、没到呢，快了快了，准备准备，我紧张，准备先准备什么？准备把我的伤痛抚摸。还有一句，还有一句，来了啊。一句咋唱？爱是有我的心。这是准备倾听你的忧伤。欢乐来五六七八，时间还是你，我来了。你咋的啦？咋变成独唱了？任凭风吧。这块应该是了，这块应该是了。漩涡。这是那个。哎，可以啊，能唱上去。他可以，我跟你说，他音域特别好。非常适合唱山路十八弯。你太狠了，实测。特别厉害，给我来首天路。挡不开了是吧？来了，贼厉害。我测姐这方面有点才华。你刚才唱的什么不重要，形体不知道，我不知道你过去要干嘛。我不知道你要过去干啥。我刚才就用一膝盖走路。京剧里边的矮子功。啊，来了，天路了。我就是说说，这得小点声，别扰民啊。哎，对对对，话筒声还是大。对，话筒声小点，小一些。那我这声音传达全靠这个呢。你不是也有那种小声的表达方式？你看人家那个黄绮珊老师都这样。对，你拉麦拉到这儿，这样好拉，你这样。好。接着那个时候不用拉。清晨，我站在静静的梦上，看到是一匹真的霞。像一片夏雨飞过蓝天，为咱家儿女带来吉祥。
先要哭，真的始终先要哭。我翠儿姐，翠儿姐有东西。嗯。有人跟我合唱吗？我想直接唱副歌。啊，没有，谁跟你合唱？干嘛唱副歌呀？因为现在嗓子开了，不想唱底下。可以直接跳到副歌。给你跳到副歌。来了。那是一条神奇的铁路啊，把人间的温暖送到边疆，从此山不再高，路不再漫长，各自低吧，低吧，低吧，非常好，非常好，非常有点低。你是音乐剧班的吗？是。那你会唱那个花腔那个哦？啊，你会吗？我唱不了。你会唱那个吗？我不是高音。你还不是高音呢？我多高啊？刚才那音都天路了，还不是高音呢？那你看我这嗓子能这能唱吗？这歌能啊，能啊。哎，说到这儿，把刚才那两波全要掐掉啊。怎么就只有那两段呢？演的唱都唱了，完了。多精彩呀，打开一条新路，是不？来吧，点歌吧。哎呀，快点啊，为啥我点啊？你唱歌好听啊。能唱你的吗？那我觉得王昭君也不错。来，王昭君老难唱了。我要你，不是我要，我要你，我要你，有版权不行。这俩版权都没事，都在我手里。这个好好听，其实这个电影我特别喜欢。这个现场不太好唱。我怎么感觉咱俩这发型是对同款发型？哎，这居然没有。对呀、啊。我可以推开过往。可以开开，咱这上不去了，上不去。谁能推？对。我对个嘴型行吗？行，来。真假？窗的窗挺无常，忽坦荡。哎，真是唱不上去，这太高了。生是生的伤，忘是忘的忘，不打量。这个 MV 好像是手机拍的。真的。我印象里是来不及了，当时你看花儿不红啊，像花一样散落地上，你看时间朗朗有光照，有了树荫总照亮，你看你拉住我，我都是叫不准，你如此慌张，你看花红啊，像花一样散落地上，你看时间的假的吗？假的，他也假的，我姥爷也假的，啥玩意儿假的？头发，好好听。我说太好了，太好了，姥爷给我看哇哇哭。我真的记得跟你唱的是这首歌，你会不会唱这首歌？我不咋会。不会是现在还是在？我怎么记得后来是曾哥跟你唱的？咱俩曾哥跟我唱，我还能唱进去吗？你们啥时候就唱过歌呀？有一次，没被漏了。哦，你拍戏的时候吧。让我的爱伴着你。直到永远。哎呀，挺好啊。你有没有感觉到你把原唱给瞄了。你的心在相对的时间。我咋唱啊？一样的，跟这一样。跟他一模一样。那我得唱男。你是否也在等待有一个痴心爱人。我了，把你的情记在心里，对对对，直到永远。绝对是咱俩唱的，慢慢长大，稳定稳定。拥有着不变的心，在
在风起的时候让你感受什么是暖，你一生之中最难得有一个知心爱人，不管是现在还是在遥远的未来，我们彼此都保护好今天的爱，不管风雨再不再来，从此不再受伤害，我的梦不再徘徊，人给人难为的，我们彼此都保存着那份爱慕，风雨再不再来，爱是你我绝对的，爱是你我，哎，你又是小沈阳啊，你来我是刀郎吗，你记得那个真的就是我唱的啊我感觉咱俩是你，就是你，我记得咱俩唱过月亮之上，就是你就是你